热转印怎么清除？告诉你三个热转印图案的清除方法。热转印是透过高温、高压方式将转印纸上的图案转印到物品上，即便印刷技术已成熟发展，难免还是会有热转印失败的时候。热转印图案要怎么清除呢？就让医生带你了解三个清除方法。一、使用熨斗去除热转印图案。家里若有熨斗，可将衣服铺在毛巾上，并使用高温的熨斗熨烫，烫完后再用刮刀慢慢的刮掉图案，就能够轻松清除热转印图案。若没有熨斗，可使用吹风机吹一阵子，也能达到类似效果。二、搓揉清洗去除热转印图案。洗衣服时可以透过浸泡热水，大力搓揉让图案脱落，但因较耗时也耗力，如急需将热转印清除，较不适合此方法。三、利用化学溶剂去除热转印图案。热转印专用去除剂、卸甲水或酒精等溶剂都能将热转印图案清除，可先用吹风机的热风吹过后，再喷上化学溶剂，待图案胶膜软化后，就能用搓揉的方式或刮除工具辅助来快速清除。透过以上三种去除方式，让你也能轻松将热转印图案清除。若你有热转印的相关疑问，也欢迎前往益生让现场专员为你服务。益生成立超过20年，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，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，包含 UV 直喷机、雷射雕刻机、热转印机等印刷设备，拥有专业售后保固团队，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。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，欢迎找寻 MIT 品牌益生免费服务专线 0800-520-005。